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为大家所介绍呢，是如何使用我们的这个幻象电源呢，它的接线方法。那我们这边呢是我们的电容麦克风，那这里呢是我们的这个卡弄公母头，也就是 XLR 的公母头。那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一个麦克风的这个三点幻象公头跟卡弄的母头，所以一般我们所常常看到的这个麦克风线。那这个是我们的录音界面，也可能是你的这个声霸卡或其他录音界面啊。那这个是呢我们克索斯的传奇版。那我们正确的接法是这样子，首先呢我们拿这个 XLR 的这个线，就是卡弄公母头的这个母头的部分呢，大家看到这个母头的部分，这母头的部分呢我们接到这个电容式麦克风啊，把它接上去。好，就这样接好。好，看一下，那接好以后呢，我们把这另外一端呢接到我们这个幻象电源的后面，它幻象电源后面有公跟母，我们接在这个母头的这一边，我们把它接好。好，就像这样子，这样子把它接好了。接好之后呢，我们再拿这一条线，就是卡弄母头呢跟这个麦克风的 6.3mm 的公头这条线，这一端呢接到这个幻象电源的这个后面来，把它接上去，就像这样子。那另外一端呢，麦克风头接到我们的录音界面来，好，就像这样子。好，大家也看一下，就像这样子接吧。这样呢我们就完成了接线的方法。好，那这样呢，以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幻象电源跟我们的这个电容式麦克风，还有我们的录音界面的衔接方法。那详细的使用办法还有购买方式呢，还请大家参照网页上的说明。谢谢各位。